乌龟报恩。住在大河沿岸的渔家，每天都会划着渔船，早出晚归的到河里捕鱼。有一年的夏天，天气特别炎热。清晨，大家纷纷开始出去捕鱼。啊，今天的天气真不错，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。是啊，不过今天也够热的，早上太阳都很大的。老头子，趁现在还不太热，你就早早出去捕鱼吧，要不然等下热起来了就不好工作了。我也这么想的。爸，你可要小心啊。放心吧，这么好的天儿，江里又不会起大浪。我划了一辈子的船，还会出什么事啊？放心的。爸，再见。张爷爷，今天收获如何啊？哎，今天下网3次，只抓到了几条小鱼。你呢，收获怎么样呢？我也没抓到多少鱼。今天这河里的鱼好像都躲起来了似的。怎么，你们也没多少收获？我也是啊，看来今天还得再多撒几次网才行啊。是啊，我去那边看看能不能抓到更多鱼。我也得换个地方，刚才在这里撒了网，什么也都没有。然而，大家谁都没有想到，早晨晴空万里的好天气，到了下午竟突然乌云密布。哎呀，这天好像要下雨了啊！张爷爷，好像要变天了。你看天上的乌云越聚越厚了。是啊，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。要是一会儿下起雨来，可就糟糕了。不好，暴风雨快来了，我们要赶紧靠岸啊！河边，渔夫们的家人见天上下起大雨，江面上涌起大浪，便急忙地跑到岸边，等待自己的亲人，希望能平安归来。快看啊，那条船快翻了！啊，快去救人啊！这真是悲惨的一天，许多渔夫的家人全都跑到河边来设法抢救。在大雨如注之下，他们大声惊呼、哭嚎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渔夫们有的有救回来，有的则下落不明。啊，好危险啊！太好了，终于救上来了。那个好像是你家的柱子哥。我家老头子呢？你们有看到我家老头子吗？老公，我很担心你回不来啊！不要哭了，我这不是没事了吗？大叔，你有看到我爸吗？刚开始我有看到张爷爷，但是张爷爷的船翻了后就掉落水里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不是说不会有事的吗？你快回来呀！咦？大家看看远处，那是什么啊？岸边的人把目光全部转向江河河流口的浪头中，一个大黑点子在那里沉浮不定，渐渐飘近。那个黑点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就在大家把目光集中在渐渐飘近的黑点上时，雨停了，浪也变小了，天边挂着一道彩虹。大家指指点点，在看着河面上漂浮着的那一团黑点。妈，那好像是一个人啊！啊，是什么人啊？会不会是你爸爸呢？妈妈，那是爸爸，是爸爸！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这真是一个天下奇事，飘来的真的是张爷爷。大家手忙脚乱地将张爷爷抱上岸，而那只大龟也爬到了岸上，向张爷爷点了三个头，又慢慢爬入河水中去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老头子，你还好吧？我还好。张爷爷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船翻了以后，我就昏昏沉沉地掉落河底。就在那时候，我身子不由自主地慢慢浮了起来。等飘出水面时，才知道是一只大乌龟将我浮载了起来。后来我细细一看，那只大乌龟的脚上还绑着一条红丝线。那只大乌龟脚上怎么会有红丝线啊？我与这只脚上绑红丝线的乌龟是有一段缘分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记得当时我才8、9岁的样子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看到几个小孩子在路边烧火。你们烧火是要做什么？我们要把这只乌龟烤来吃，听说很好吃的哦。啊！当时看到那只乌龟流下了眼泪，我心里很难过，于是便和那几个孩子商量，不要烧死这只可怜的小乌龟。可是他们不肯答应。我当时一心急，不管3七21，就抢走那只小乌龟，拼命地往河边跑。不要跑，快把乌龟还给我们！就在他们快要追到我的时候，我一伸手就将小乌龟丢到河里去了。如今事隔几10年，小乌龟也长大了，并且救了我的命，可算是报恩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多做好事，多多放生，将来一定会有好报的。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 Nam Mô